飞比跑快吧。 我想的一样，好多好多人，被盯上的话会被发现，必须将他们引开才能顺利潜入。等我拿到公文，我们再在木漏茶室会合，可以吗？还有，如果我被抓了的话，请来救我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总之，我们还是先去千手白眼神像那边吧，要小心不要被巡逻的人发现哦。 站住！奉命缉拿通缉人员。糟糕，快避一避吧！这是什么烟花呀？耳朵都要被震掉了。萧宫那家伙也太乱来了。糟糕，附近所有的守卫好像都朝我们冲过来了，快跑啊！ 站住！奉命缉拿通缉人员。糟糕，快！这是什么烟花呀？耳朵都要被震掉了。萧宫那家伙也太乱来了。糟糕，附近所有的……出什么事？是通缉令上那个人，不许动！快跑！掉了。萧宫那家伙也太乱来了。 糟糕，附近所有的守卫好像都朝我们冲过来了，快跑啊！神像不能有事，是通缉令上那个人，不许动！ 怎么样？计划还顺利吗？辛苦了，接下来就等早佑的消息吧。啊啊！
虽然运动有助于长高，但好像有些运动过头了。晕乎乎的，大家都在旋转。不行，睡觉前好像还有重要的事情。对了，我拿到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公文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就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偷回来了。给你们，我要去睡觉啦。小姐，这些是？这一卷密封的，应该是天领奉行要呈给将军的上奏公文。除此之外，这是他们与愚人众来往的信件。看来那位八重公司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如今道奇的纷争确实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结果，这些当证据应该足够了。接下来还请你将他们带给八重公司，相信他会有接下来的计划。我也会召集人手，争取挖出更多潜伏在道奇的愚人众。不过还是要小心将军大人，一想到他之前出刀的样子，我就浑身鸡皮疙瘩。也只能相信八重公司了，他与将军关系密切，或许会有办法。我记得快到与八重神子约定的日期了吧，我们还是快点收拾一下，准备赶往明神大社吧。八重公司真让人捉摸不透。小心雷电将军。八成公司大人，我如约来了，请放心，我没带随从来，这次行程也不会有人知道。知道你会守约的，而且我猜你这几天甚至会心烦意乱，夜不能寐吧。我不会那样怀疑家主他们的，您过度揣测了。那么我要的证据在哪里？哦，另一个守约的人也来了。为了拿到这些可费了我们一番功夫呢。交给沙罗看看吧，让他自己评判。这上面确实印有家主的官印，不像是造假。反抗军珊瑚宫前线的事居然只字未提。前线那些阵亡的将士，人民在此间经受的困苦，全都不值一提吗？也太小看人命了吧！究竟为何要如此隐瞒？当然是为了让演授令顺利推行，不然把这些写进去的话，将军反悔了可怎么办呢？天令奉行，果然在刻意蒙蔽将军吗？是呢，再想想，演授令的推行对谁更有利呢？是天领奉行与愚人众的来往书信哦，还是被九条家的家主刻意藏起来的？如何？你想看到的东西，你不想看到的东西，这样一来，
都摆在你面前了，该不会你还想要逃避吧？我迄今为止所坚持的一切，岂不是……居然，他们居然……可恶！背叛的行为不可饶恕，我要去和家主当面对质。九条沙罗真的很气愤呢，看样子策反成功了。我们去追他吧。等一下，旅行者，我还有话想要和你说。啊？你第一次进入一星净土，是在千手白眼神像前吧？你要想办法重现那天的情景，在千手白眼神像前，再度让雷电将军敞开心扉的话，就一定有机会。把这个带在身上吧，作为鉴别的礼物。这是明神大社的玉手，可从来都是很灵验的。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，遇到难解的危机的时候，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吧。危机或许就会迎刃而解。当然，想我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哦。说不定我会忽然蹦出来见你呢。这种关头就别拿旅行者寻开心了，狐狸小姐。不好意思，那么我那位愚钝的朋友就拜托你们了。我那位愚钝的朋友就拜托你们了。要是姐姐能和我一起装备好就好了。你们也跟来了吗？胆量倒是不小。你们作为证人，在我向家主求证之前，姑且可以先保你们不被就地逮捕。不过，若证实你们之前的所言皆是诽谤，那你们不仅走不了，还会另有罪名加深。明白吧？哼，很好。沙罗大人，九条沙罗大人，家主有令。请慢，家主。九条沙罗大人，家主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擅闯此地。让开。我要见家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雷闪，散，那呀呀呀！雷闪。雷光千道，列阵，列阵，散。
羽仪。来人呐！速速退下！燃！燃！啊！焚烧吧！雷闪！落雷不回！先行，要上高腿，冷叫。散！羽仪。雷光千道，雷闪，我来保护大家，速速退下，御风而行，往返自然，撤，云影，夜明。千里长驱，棒棒，燃！哎，好！御风而行，克！臂力千刃，散！雷闪，长道恢宏，收起来吧，有大家在身边，伤口就不会痛。速速退下！哈！真正的决斗吧！散！可叹落叶飘零。住手！沙罗，你疯了吗？居然敢不顾我的禁令！家主，万呐，别被他的气势给压制了！哼，孝行大人，我看过奉行府的上奏公文和写给余人众的信件了，请您给我一个交代。遗失的那些公文和信件，原来是被你拿走了吗？哼！您的这句话，我可以理解为。那些果真都是出自您的手笔，而并非伪造吗？请您告诉我，家主，告诉我，天灵奉行真的背叛了幕府吗？哼，我的确与愚人众有所往来，你所见过的公文也的确出自我之手。居然就这么承认了？只需要协助衍兽令的颁布和推行，就能拿到至冬使节承诺的那些好处。一直以来觊觎九条家地位的人那么多，想把我们拉下马的家系也数不胜数，既能得到他国势力的大力支持，又可以借衍兽令削弱那些敌人的战力，我认为是一笔划算的买卖，只不过没必要知会你而已。沙罗，你明明一直都那么崇敬将军，为什么把背叛的事说得那么轻描淡写？背叛，这能算得上是背叛吗？那些愚人众不过是反过来被我利用罢了，他们又能成什么事？在到期的国土上，一旦天雷落下，他们不过是些只会瑟瑟发抖的蝼蚁罢了，绝不敢造次。毕竟，我们可拥有着天下无双的雷电将军，拥有着那无响的一刀啊！他崇拜的与其说是雷电将军，
倒不如说是雷电将军的武艺以及无想的一刀吧，而且已经近乎狂热了。可是你的忠义之心呢，家主？自从被九条家收养以来，是你一直在教导我身为臣下的忠义之道。如此看来，你们只是想我忠于九条家，担心我有朝一日会背叛而已吧。那些大道理不过是你遮掩自己的丑恶与自私的工具。自私？我也是在守护着属于九条家的永恒啊。我相信将军大人他会理解我的，前家主大人他也一定会理解我的。虽然不想这么说，但九条家也太自大了，人众恐怕没那么好对付。我也曾在内心怀疑过，执行演兽令真的是正确的吗？哪怕违背我心中的道义也在所不惜吗？可我还是下定决心，只要那是将军所指引的道路，在走到终点之前，又有谁可论对与错呢？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永恒之路本就没有终点，而且这条路又早就因为你们的私心而沾满污秽了。所以我要去纠正圣听，至少给我迄今为止的决心一个交代。冥顽不灵，多此一举。你要去便去吧，如今谁也别想动摇九条家的地位，时局也不会因你而有什么改变的。将军此时正在天守阁接见来自至东的使节，那位被称为女士的执行官。盗窃幕后的始作俑者又是女士吗？早在离岛的时候，千里小姐似乎也提到过，勘定奉行跟一位趾高气扬的女士见过面，那时就应该猜到了。至东的使节，正巧他别以为自己可以从道期全身而退。沙罗冲出去了，是准备直接去闯天守阁吗？没错，那走吧，我们也过去。无想的一刀在，道奇子民便高枕无忧，沙罗连这都看不穿，风风火火地闯进来，一个又一个。若不是我知道此地是天守阁，估计要把这里当成什么街巷市集之类的了。这下总该懂事一点了吧？啊，九条沙罗被女士给……道七子民的过错，
当由我来惩戒。你没有资格，女士。那真是抱歉了，将军大人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忘不掉我，不用总把我的名字挂在嘴上。我也知道你记恨我，阴魂不散的旅行者。在这里见到你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急着在将军面前揭露我的罪行吗？我不过是来自至东的外交使节而已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可都不知道呢。他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别讲那些我根本不关心的人和事了。本就连名字都不会被人记住的小角色们，能参与到这场为了抵达永恒的革命之中，成为垫脚石，对他们短暂的人生来说，岂不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吗？将军大人，我所说的应该没错吧？翻起旧账了吗？你还真是记仇啊！至东女皇的理想是这世间最为高洁而纯粹之物，相比而言，你所说的那些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必要的牺牲罢了。哼，了断。我也对你这张脸稍微有些厌倦了，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是这般有勇无谋的人。在你说大话之前，可曾意识到你还是到期的头号通缉犯呢？先好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吧。闯进天守阁，在御前大放厥词，不是自投罗网是什么？希望你能认识到你我之间的差距，不论是地位还是实力。我要向你发起御前决斗。哼，居然还有这一手。你也学会利用这个国度的规则了吗？勉强把你我拉到对等的位置上，我承认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但败者可是会死哦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旅行者。那就让我屈尊和你共舞一曲，直到你与我一方生命的尽头。与此诠释执行官的全能与优雅，如你所愿。俱收并蓄。哦，我来保护大家。真是难看。朔风解意，往返自然。撤。云野夜明，该出发了。固若金汤。俱收并蓄，收起来吧。胆敢触碰。执行官的全能有些累赘了，我要让属于我的命运再度显现。在破茧之前，期待并站立吧。Yeah.
苍白之火正在燃烧。迷坚不摧。苍白之火已融毁坚壁，见证我的苦痛吧！我会在罪与罚的烈焰中燃尽你的灵魂。痛楚吧，你也感受到了吗？金汤，呵，朔风解意，呵，云影，夜明，哦，呵，烈火的拥抱，呵，呵，收起来吧。俱收并蓄。有大家在身边，往返自然。撤。撤。烈火的拥抱。你的力量。可是。为什么。我可是至冬的时节，你知道对我动手的影响。我发誓，如果你真的对我回刀，我会让你的国家于人众，会让你所珍视的到期。给我停下！我命令你，你还有你们，我怎么会？你是永恒的敌人，但我认同你作为圣者的荣耀，所以我准许你站着离开天守阁。雷电将军可能不会那么轻易放我们走吧，感觉空气中的气氛突然变得好压抑，是来自雷电将军的威压吗？
是就这样死在了雷电将军的刀下。虽说这是他罪有应得，但还是有些感慨。这些执行官收集神之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旅行者，你头痛吗？振作一点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说起来，斩杀女士的时候，那招无响的一刀果真强大到不可思议。如果那一招真的无敌的话，击败雷电将军也就无从谈起吧。记得八重神子要我们在千手白眼神像前再次进入一心净土，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自身难保了吧，计划就先搁置一下吧。空气中好像不停有电流的声音，胸口闷得喘不过气。旅行者，你还好吗？怎么都不说话？好像听到天守阁外面传来了乱糟糟的声音，是起了什么冲突吗？那些守卫好像也很紧张的样子，我们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吧。总会有地上的生灵敢于直面雷霆的威光。又见面了。让我想想，究竟是什么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？你的愚勇是为了庇护那些民众，还是说觐见我才是你的本意？将我从永恒的冥思中唤起，该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吧？那你是否有些过于小觑我了？延寿令的事，我当然知晓。并非如此，我知道的只是一切关于永恒的事，包括延寿令的颁布，也是由我所默许的。而那些愚人众的所为，尚未构成对永恒的威胁。
否则他们早已被肃清。愿望本就是不利于永恒的东西，你或许还没有意识到，追逐愿望往往会让人失去更多。正如收缴神之眼一事本身，并不会有人因神之眼离身而丧命，丢掉性命的反而会是那些执意要追逐愿望的人，不是吗？旅者，你在我眼中的确是特殊的存在，你的身上似有数之不尽的不确定性，换言之，你与永恒相距最远，所以我无意要你理解其中意义，仅由此身为这天下人间代行永恒之道便好。没错，你居然会清楚这些，罢了，你是在寻找动摇我意志的机会，对吗？哼，好吧，违逆永恒之人，让我看看你的觉悟。愿望的膨胀必将带来毁灭。天理长驱，该总攻击了。风共云行，嘴里聚收并蓄。哦，御风而行，唱迎迎往返自然，呵，安如磐石。迎迎，不稳定的因素必须清除。才想起来吗？神子，这就是你的盘算吗？可别忘了，把意识寄宿于物件，是谁教会你的？你该不会以为单靠你的愿望，就能胜过影的意志吧？虽然你身在此地，但他们的愿望早就寄托在你身上了。所以闭上眼睛。知道你抵达禁忌海的深处，为天下第一的剑道家，我要处理手下的机会，亲眼看看纯白色的虚剑天朝，找到治愈灵丸的方法，同胞们可以得到平等对待，可以打败他的作战。希望可以废除衍兽力。
聚收并蓄，天动万象。好，我来保护大家。云野、夜明、朔风解印，撤！往返自然。啊！哼！不会随凡人的意志改变。哼！呀！哈！固若金汤，天理长驱。该总攻击了。可叹，落叶飘零。朔风解印，刻。啊，你败了，影。啊。是啊，我败了。为什么不能相信你的子民，相信他们愿望的力量呢？那些愿望已经超脱了距离，超脱了空间与时间，已经是无人能将其扼杀之物了。这是你在璃月的旅途收获吗？人类向前奔跑，将神明甩在身后的国度吗？可我们又为何要自顾自一厢情愿地放弃前进呢？前进所带来的那些失去，你也同我一起见证过。唯有永恒，唯有永恒才能。雷光闪过之处，便会投下影。我即是影，以无想为道期肃清一切前进的阻碍。然而每前进一步，便会失去些什么，甚至最终连他也失去了。那些事迹至今仍在每一棵雷鹰树的荫蔽下传颂，可那些失去留给这个国家的烙印也依旧在灼痛。去追寻便好，哪怕是须臾的光亮，我们至少拥有此刻。他曾经这样说过，可我却目睹了全力奔跑的国度在天理面前失去一切。或许唯有将时间定格，雷光才不会消弭。此刻是易碎的虚妄，唯有永恒才最接近天理。如今我不再是影，此身即最为殊胜尊贵之身，应是天下之大权。此身应许沉冥一梦，即是千世万代不变不移的永恒。天理对我来说是不知所谓的东西。总而言之，你只是想永远地守护你心爱的道妻，是吗？你说的有些太过轻描淡写了。可是这个国度是否有永恒存在的价值呢？失去了愿望，失去了变化，就仅仅是存在而已的国度，不过是一具空壳。那样的话，就算毁灭了又何妨呢？神子，收回你的妄言。千世万代不变不移的永恒，这是我给予臣民的许诺。可你的臣民需要的并非是你的许诺，他们想要的是你的注视啊。神之眼吗？人类的寿命仅有百年，他们无力承担那些失去。经历过一切的我，才会选择指引他们去往正确的永恒。可是永恒对你来说，太过残酷了呀，影。对我？你不仅不再去注视世人，
也已经不再注视自己了。几百年来，一个人在这里，一定很寂寞吧？可这是必要的。不前进的话，也会错过很多。在此静止直到永恒的你，不也在失去着吗？明明忍受着这样的孤独，却又要为了永恒而把这份孤独的时间尺度无限拉长。告诉我，为何此地的天空曾是那样晦暗，而偏偏此刻又泛起了光芒？这里是你的一心净土，是你的内心世界。所以，其实你很开心可以再次见到我。你早已无法忍受此地的孤独了，对吗？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那我可有说不尽的话要和你讲。哦，对了，就让我把这几百年间的事情讲给你听吧。几百年间的事要讲多久？狐仙的记忆力可是很好的，几百年间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不会忘记，所以大概要讲个几百年吧。神子，我本以为已经不会再有机会与你这样会面了，能见到你是永恒之中的变数，也算是惊喜。既然你老老实实承认了，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哦。真是小孩子气的谈话。不过既然我输给了你们的计划，那我便会依照你们的意志废除衍兽令。但关于永恒，关于这个国家是否应该前进，我需要再考虑考虑。哎呀，自始至终小孩子气的都是你呀。后来雷电将军如约废除了衍兽令，人民的愿望最终还是叩开了他所闭的心扉。一心净土之外，他在世人的眼中同样见到了永恒。当愿望过于强烈之时，神明便会向他投下视线。有些愿望足以抚去伤痛，带来生机，唤起希望。有些愿望，即便拥有它的人已然身陨，魂归高天，却依旧一如诞生时的模样。真挚而炽热，直至永恒。将军的一心净土里到底做了什么呀？衍兽令居然真的废除了。哎，这样啊，我还担心得很呢。所以神子这次找我们，难道是要跟我们道谢吗？嘿嘿嘿，快过去找他吧。我的话就向雷神倾诉吧。
这不是凯旋的旅行者吗？到神社可是来还愿的。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？开个玩笑，我正在等你们。神子的心情好像很不错。是啊，难得和多年未见的老友叙叙旧，怎么说都是件值得开心的事吧。话说，我后来才听说，你居然和愚人众的执行官来了场御前决斗，这胆识实在值得赞许。能正面挫败那个女士，你的实力也已经超过我的预测了呢。但总之，能赢就好，可喜可贺。终于让愚人众的计划好好受挫了一次，嘿嘿。至少这次没让他们成功带走神之心。等等，你们提到了神之心，是那个像棋子一样的东西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神子也见过吗？归七神所有，与天空岛相连的神之心。嗯，怎么了？那个东西被我交出去了。啊？不然的话，你以为我用什么从伞兵的手里换回了你的命呢？伞兵如今可是愚人众执行官的第六席，论实力还在女士之上。我可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拼上自己性命的角色。我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影自从创造了人偶的形体以后，神之心便无处安放了。作为曾经与影关系最密切的朋友，影将神之心交到我手上，并保管在明神大社。他本身就已经不再需要神之心的力量，据他说，他也已经与天空岛断绝了联系。既然如此，神之心便是无用又只会招致纷争之物罢了。所以用它换回计划的核心人物，不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吗？而且从结果来看，我确实赚到了呀。这么说也是，在我心里，旅行者好像也是比一颗神之心要值钱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事已至此，应该也追不回来了吧？过去的就先让它过去吧。所以神子还没说，这次叫我们过来究竟是要做什么呢？是答谢哦。真的吗？既然你们一直在全提瓦特旅行，如今到期之旅也该告一段落了吧？作为酬谢，不论是今后的路还是过往的疑惑，就由我来给二位一并解答吧。有什么想问的吗？人偶将军的技术源自于某些现今已然失落的知识，或许只有身为神明的他才能知会其中源头。不过倒是有件事你们应该会感兴趣，在影开始对自己的神明之躯进行自我改造之前，还凭空创造过一个原型人偶。那难道有三个雷电将军？不，那个原型只是为了验证可行性，外貌和智能都没有依托影的自身去设计，可以说算是试作品。按照最初设想，影应当将它直接废弃，但也许影认为这样做过于残酷，便选择只将它体内的力量封印。后来它便像个普通人一样，凭借自我意识流浪在到期的土地上，直到愚人众看中了他。愚人众？而那个原型人偶经过愚人众里某些奇人意识的调整，解除了力量的封印。唉，甚至比封印之前更强大也说不定。嗯，神之造物亲手夺去了神之心，那个原型人偶便是如今的伞兵。居然还有这样的事？是啊，究竟是机缘巧合，还是天命注定呢？你这个异乡人居然知道雷神曾经更易过的事，这在道期的国民之中也是鲜有人知的。是摩拉克斯曾经提及过，
雷神巴尔也已经逝去的事。嗯，事实是这样的，巴尔与巴尔泽布其实是一对双生魔神。双生魔神？他们共同赢下魔神战争，而后来巴尔建立幕府后，巴尔泽布则以预测影武者的身份成为巴尔的替身。巴尔泽布便是你我熟悉的影，而巴尔其名则为真。在世人眼中，他们二者从来都是统一的存在，他们两人也一直相互补足，共同治理道期，因而民众也没有知晓真相的必要。不论是巴尔这个魔神名讳，还是雷电将军这个称谓，其实一直都可以看作是同时指代他们两人的。直到真死于数百年前的一场我未能亲身经历的战争，自那以后影才来到了墓前。一定对影的打击很大吧，是姐妹的话。所以影的转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，对她来说这是最大的失去吧。原来还有这样的往事，好像更加理解影一些了。那么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？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，印象里是个温柔的神吧，总是珍惜着眼前的一切美好。这样啊。抱歉，这个我没什么头绪，我对你们所说的那位神明也并不了解，但如果你们还在怀疑影的话，我觉得就有些多虑了。影不仅不符合你们之前的描述，而且很久以前便主动放弃神之心，断绝了与天空岛的联系。那就好，不然的话，作为雷神眷属，好像我们的关系就会一下子微妙起来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想和你打架的。祝你们早日达成目的，知晓一切真相吧。至于你哥哥的踪迹，我会尽我所能利用一切资源去调查的，包括从邻人那里借用一些钟墨帆的手下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，就算是酬谢的一部分吧。离开道期以后的话，我想去往须弥应该会比较便利。须弥啊，我们一路上见过很多来自须弥的学者了。嗯，须弥是智慧之神的国度，他们对智慧与知识的探求是永无止境的，但这份执着往往也会衍生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事。比如在须弥，知识是作为一种资源而被统一管理的。知识也是资源？嗯，只是不知道做出这种决定的究竟是那些贤者，还是小吉祥草王。小吉祥草王，有些可爱的名字呢。哎，原来你们还不清楚吗？小吉祥草王便是须弥所信仰的神明，是须弥人对他的爱称。想必你们也有些事情想要找他确认吧，祝你们顺利。这样啊，那好吧。啊，对了，旅行者，我送给你的玉手，你还留着吗？好好保管。仅此而已吗？我还以为你会将它挂在胸前最显眼的位置，以后逢人便说，这可是兼具智慧与美貌的八重神子大人赠予我的。谁会那样做呀？好了好了，说起来，旅行者，你的愿望又是什么呢？这样吗？但我觉得那或许只是你眼下的一个小小目标而已，对你来说，愿望
应当是可以跨越尘世和星海，与命运一同闪耀之物。你没有神之眼，或许是因为那个愿望尚未诞生，也说不定呢。就在你接下来的旅途中，去见证那一刻吧。保佑，愿他平安无事。刚才的话题是不是有些太过严肃了？你还是更喜欢被我捉弄吗？这样啊，那好吧，好好保管。我还以为你谁会那样做呀？好了好了，这样嘛，对你来说，你没有神之眼，就在你接下来的旅途。雷神保佑。